Cheese， 大家好，我是 Rambo 阿宝。现在的我呢，就是要开箱，什么箱呢？就是之前恩宇回来的时候有带了这一个。今天晚上呢，恩宇终于回到家啦。嗨，好像都没有看过你嘞。不是一个坏消息哦，现在脸油。一个坏消息，因为我刚到古晋的时候，我在等我的行李，他们说我的行李还待在吉隆坡，所以没有带回来，所以明天等他们寄过来。周末你都没有放人头照啊？你的人头照是怎样的？我都不知道。你这个是讲谁？我这个是 vlog 来的，做 YouTube 的。开始。OK， 他回来这边呢，我看到他带回来的东西，我有点 surprise， 就是这个，晶晶晶晶，满汉大餐，玲珑面，全部都是一样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之前就是在台湾将近有一年的时间了，都是吃这一个泡面，不太喜欢这种泡面的，虽然是不健康，但是没有办法。当然经过之前大家的留言呢，要泡这种泡面的话，不要放热水在这个碗里面，一定要把那个面放出来的。 Alright， 今天没有什么影片，就是很即兴的呢，就是拿起相机来拍了。所以你看我的身体都没有穿好衣服，哎呀不好意思，有点露胸。 Alright， 就是这样，我看一下把这一个影片剪去什么地方。 OK， 所以现在我就是要拿这个满汉大餐来煮的，所以 Let's go。 是有煮了热水煮了，然后就做这个酱料进去，很好吃。还有一个料就是麻辣料，再来，你看到吗？真的超级不健康，超级不健康。不过没有办法，然后我想要用那个碗，但是要吃的人不要用那个碗，所以没有办法。还有这个料，哦 ，yummy， 所以它是很方便，方便到哦，就是很方便。要，热水、开水倒下去 ，alright， 然后就等它。热 ，OK。然后现在呢，就等5分钟，就等5分钟。Alright， 等了5分钟就可以吃的 ，Yes。终于换了衣服，冲好凉，然后我们现在就来开餐。Yeah。我终于吃完了，满头流汗，看哟。所以今天的影片呢，就拍到这边，真的是谢谢恩宇买回来了这么好吃的。哎呀，这个就没有用了。满汉大餐，所以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一定要 like 这个 video。如果你不喜欢的话，也一定要 like 这个 video。无论怎么样呢，你就是要 like 这个 video。除此以外，你觉得满汉大餐很好吃的话，你也可以点击在右上角这边点击投票的，甚至是看回之前的影片。不要忘记呢，就是要 like 我 Facebook 的 fan page， 还有 follow 我的 Instagram。如果要看我们更多的影片的话呢，你可以点击在我的左右两边，要订阅我的频道，或者你不要订阅我的频道，你就是要硬硬的被我逼，要点击这边订阅我的频道。OK， 可以吗？可以啦 ，please。OK， 那这个影片就到此结束，我们明天下午6点准时见啦 ，Peace， 大家好，我是 Rambo 阿宝，拜拜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忘记呢，跟你的朋友分享的。